城市高楼林立，喧嚣遍地，公园是邻里间的纽带，在喧嚣中藏一处秘境生机。菜场烟火之地，商贾云集，步行而至却是每日幸福的神来之笔。孩子半大不小，学堂举步就到，进阶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这是不愿醒的青城街道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Kelly and Tian， 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套房子呀，闻着人间烟火，过着市井生活，却怀着居高临下的气魄，它就是 Three Kings 的20号 Admiral Beatty Avenue。十墙之内是五房两厅，高处取景；百步之外是花香林荫，闹中取静。一生此房足矣。